真的想吐。你还好吗？我想吐。我是塞佳，今天我们来到妞妞的地狱食堂，耶、yeah! ！好，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，那就是老东家妞妞，老东家，对，然后妞爸胡子阳人。好，完成，加加，可以吗？
到我了，我本来很期待要转这个地狱转盘，地狱转盘的日文叫地獄のルーレット，因为我是最后一个，我根本没有得选，我就是要去新选的。抽到我的很好，好不好？抽到我的超好的。我比较想要是我自己的，哦，真的很欲哭无泪。日本有一句话谚语叫做あまりものには福がある，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剩下的东西是有福气的，是最好的。天哪，真的很害怕。好，颁奖。天哪，来我们颁奖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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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呢，我很可怜，我连酱都没有得选，我现在酱就是只能加这个什么辣辣茶。我天哪！哪哪？谢谢，哦，妞妞好贴心哦，先帮我准备水。好，那我就豪迈的加下去了。好，不太辣，不太辣。我跟你说，斯佩人你也要吃哦，你要跟我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，你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也要跟我一起。目前我看到泡菜 sausage， 好，我要吃喽。哦，哦，啊，怎么了？我好想吐！天哪，我很准备吐，我想吐。Oh my god！ Oh！ Oh my god！ 看到了！啊！对不起，我真的太饿了，我真的喘不下来烟。啊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我不行，我真的会反胃。哎，你要吃啊？刚刚我们已经结束了，跟我尝一口看看。如果想要看到我的天堂章鱼烧是谁吃的，可以看这边的资讯栏，还有其他人的制作过程也都可以去看一下哦。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如果觉得影片有趣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；如果觉得我很可怜，也可以帮我按个赞，帮我分享一下。好，那其他我们的背景影片在这边，也别忘了订阅，然后订阅旁边有那个小铃铛按一下，我们每次的新影片都会有通知哦。那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好想吐，拜拜，天哪。